Delos 舞蹈工作室现在被称为 Momentum 舞蹈工作室，他们有30多年的历史，提供私人舞蹈课程、成人舞蹈课程和场地租借。课程有芭蕾、踢踏舞、嘻哈、现代、爵士。3至18岁还有尬舞课程研讨会，并提供每月特价。We specialize in dance technical training in different styles such as tap, jazz, ballet, lyrical, and hip hop. We also offer private lessons for anybody that is interested in getting some extra training on the side. We offer dance classes for babies ages 3 to adults. And we definitely have a lot of studio space for rent. So if anybody is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us. 地址在775 Pine Forest Avenue, Diamond Bar, CA 91789, 电话是909-594-0228, 欢迎报名。12月3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们出发喽！我们全车40多人，出发到举世闻名的灵气之都，也是全球宗教灵修圣地 Sedona。这是一个被称为曾被上帝居住的地方。三六 TV 非常荣幸邀请到易经大师杨太鹏老师同行。早上9点钟准时出发，沿着10号公路，途经 Palm Spring， 参观有西部大卫营之称的 Sunnylands。这是一个曾经接待过英国皇室及首相撒切尔夫人，还有习大大和奥巴马也曾在此把酒言欢的神秘庄园。大伙呢坐在习大大和奥巴马坐过的椅子上照相。参观完之后，我们直奔凤凰城，大约5点多钟我们就到了。这是一个新崛起的，已完全取代费城成为全美第5大城的新兴科技大城，这也是台积电半导体公司为什么选择该城的原因。我们被安排住宿在闻名的 Civic Space Park 公园旁的5星级酒店 Westin Hotel。公园内的大型云朵艺术品灯光一开，高挂在天空上，照相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也非常幸运碰上每个月第1周的夜市，哇哦，上100个摊位，有美食、音乐会、艺人摆摊、艺术品陈列，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7条街道上，热闹非凡，哇哦，太有趣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被特别安排到近郊的著名的 Papago Park 践行，活动一下筋骨，再远眺整个凤凰城，美景尽收眼底。下午呢，我们就到达灵气之都 Sedona， 我们在市区观光，午餐还欣赏了环绕该城的巨大的红色岩石以及艺术家的手工艺术品。接着我们就到 Cathedral Rock 磁场吸气调气。 Cathedral Rock 磁场位于 Red Rock State Park 内，是所有磁场中道路最平坦的，望着 Old Creek 小溪，非常的宁静祥和，有很多山盟海誓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哦。晚宴呢非常的特别，松利假期特别安排在 Cottonwood Blazing Ranch 一场精彩牛仔秀晚餐。第二天1早7点半，我们就到闻名欧洲及日本最美、最好的、最强的磁场 Boynton Canyon 和 Enchantment 之间的磁场。我们坐在红石上，杨老师叫大家打坐、调气、做八卦操。下午坐上特约的叮当车，前往闻名遐迩的圣十字教堂，这也是 Sedona 的地标之一。接着我们就去了灵魂及艺术之城 Tolaca Park， 傍晚到 Mesa Rock 磁场欣赏 Sedona 全城美景及晚霞，接着到 Bell Rock 中塔形岩石，它位于 Sedona 179号公路旁，几乎是这个城市的地标。杨老师在此岩石上做最后一次的打坐吸气。晚餐我们在 Sedona 唯一的一家中餐馆四川餐厅吃饭，大伙又累又饿，风卷残云的大吃大喝，饱尝着久未尝到的中餐。第4天，大伙起了个大早，到酒店后院欣赏 Cathedral Rock 美丽的晨曦。